专治健忘的针灸秘术，鬼畜十四针，救你了。成天打个水壶，稀溜稀溜的，烦不烦？多喝水百利无一害，吃瓜子百害无一利。胡说八道！瓜子吃多了会上火，脾气暴躁，大便干燥，重要的是还影响课堂秩序。才怪！我可是全情投入到讲课中的。老师有没有上好课，学生最有发言权。课后你自己问一下尤拉就知道了。为什么要问尤拉？因为尤拉是这届学员里面最优秀的。你什么眼光？莎莎才是最优秀的。尤拉？莎莎？看来只有比比才知道了。行啊，怎么比？简单，只要我们把分组课换成对抗课就行了。用167胶囊舱，哎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一周之内不许用这个水壶喝水。同意。你输了，一周内不许吃瓜子。一言为定。同学们，原本的分组课现在做一下调整。安静，今天不上课，我们玩游戏。游戏很简单，规则就是每人都拥有一枚徽章，可以吸在身上任何一处，然后两人一组进行徽章抢夺战。如果谁的徽章被其他组员抢走5秒以上，那就当场出局。最后的胜利属于没被抢走徽章的人。哦，原来听起来挺有趣的，真刺激！快一点，安静。有2点请大家注意：1，不得使用任何装备，当然不包括天赋和智慧；2。场内制高点有台能量束缚枪，被他击中的人会被定身30秒，欢迎大家多多使用。所以束缚枪很关键。废话少说，马上开始。参加游戏吗？他们也算见习学员呢，当然有资格参加了。现在分组，同色徽章的为一组。老师，莎莎和贝娜怎么能在一组呢？这实力也太强了吧。是啊，不如我把莎莎和尤拉交换一下吧。这都是你们自己抽的钱，别抱怨，赶紧开始。请大家各就各位。
开始。小 Q， 你没事吧？菲娜，不如我们分开行动。行，那我们就放手进攻，速战速决。太好了，今天可以早点回家补个美容觉了。耶！尤拉，你想知道小 Q 是怎么会跟着我的吗？我敢打赌，你是绝对想不到的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可以从头跟你讲一遍，可精彩了。其实小 Q 是一种特别神奇的生物，你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它有点傻，可是它只是看上去有点傻。我是说，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，它的神经系统大部分时间可能处在半休眠状态。你知道吗？小 Q 的隐藏功能可多了，它什么都能吃，生命力也是超级强的。有的时候就连我自己都会被吓到，它的开发潜力真的可以说是接近无限的。到时候有机会我可以演示给你看看。我现在超级想它的。你画超级多、超级啰嗦、超级无聊、超级没人。终于可以做点正经事了，前方有徽章反应。小 Q， 我来处理小派。我们必须拿到这两个徽章。小 Q， 我也好想你。我们在玩抢徽章的游戏，你明白吗？还是你来负责小派吧。你好，小派。你好，塔塔，很高兴找到你。小 Q 好像很想念你。我的徽章早就被他抢走了。徽章？你是说这个吗？菲娜为什么要抢你的徽章？看样子你还没弄明白游戏规则，就让我来给你科学的解释一下吧。塔塔，你这个不可救药的家伙，给我让开！尤拉，你抢错人了吧？抢的就是你这个不要的理由。还是一边待着去吧。我明白游戏规则了。朱世博，你怎么就不懂打配合呢？今天务必听吴的，凭什么每次都是你说了算呀？我说的是战术，懂吗？战术？什么战术？男人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对决，躲躲闪闪算什么英雄？就凭你，有可能正面战胜莎莎和菲娜吗？跟你一组太没劲了。我不玩了。你，
怎么样，吴刚练下的演技很棒吧？我要，就知道会有人来捡徽章，但怎么都没想到会是你。中计了吧？高烈侠同志，接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就靠智勇双全的你了。放心，说到演技，那简直就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。奶奶一直说我长得像电影明星呢。行行行，你开心就好。要不要商量一个备用方案？要是遇到他们，就各自逃命吧。游拉出局，游拉出局，大块头刚刚和小水壶开的告别会。轻点，你先把狗狗关了。你刚才的演技真是太做作了，和你搭戏吴真心很累的。喂，什么？我可是按照剧本演的，明明是你扭头走的时候还偷笑呢。胡说，入戏很深，到现在还无法自拔呢。总之效果还算不错，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吧。菲娜，要不我们还是撤吧。嘘，太好了，莎莎好像没有跟来，菲娜现在一个人，敢不敢试试？行，那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行动。好，那这一次你一定要发挥出最高的水平。嗯，地球护卫队队长钢烈侠出击。你啊，哼，嗨，哼，侯爷他们就是大骗子。菲娜，你把他吐出来啊。
居然扔下我自己跑了，太过分了！别提了，我想用束缚枪帮你，结果要莎莎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讨厌菲娜，我真的是要对你刮目相看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地球护卫队最强的男人。刚才的打法让菲娜的爸爸看到了，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呢。菲娜的爸爸谁啊？你们都认识啊。007。你说什么？谁会叫我？同意，你们怎么会和菲娜一起下河呢？菲娜是怎么了？他们的朋友呢？有人把他下来，继续比赛，比完再说。小明，我知道了，抢到别人的徽章就是胜利。已经好几个人出局了。嗨，小 Q， 你的徽章还在吗？给我看看。不会吧？给我徽章！莎莎，把你的徽章给我！看招，龙爪擎天手，大力金刚掌，哈！可恶，要是戴着恶魔手套就好了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裁判，全力锁定莎莎，不要让她脱离你的视线。有了，万力归宗，系统错误，系统错误，无法锁定目标，无法锁定目标，耶，胜利！求莎莎、小派出局，全体出局，玩了半天，最后没有胜利者。今天最终的胜利者是小 Q。今天我们算平手了。老师，系统出错了吧？小 Q 的徽章明明在我这里啊！你自己看吧，小 Q 的徽章一开始就掉在场内了。但是没有人捡到。那小 Q 肚子里的徽章是谁的？我说你们，谁能解释一下，今天到底什么情况？大叔，今天的比赛我们受益匪浅，体能和智力都得到了双重考验。我提议，不如明天大家就一起放松放松，增进一下彼此的了解。你不用，增进，太好了，可以在红叶家办个聚会，大家一起来玩吧。我同意，你找的不错。我还是第一次去地球人的家里玩。
最后一针，上星穴。